魔法世家，天然魔护理专家。多年潜心科研，专注肌肤科学护理，以品质成就品牌，科技匠心为美而生。从原料到配方，从磨材到工艺，魔法世家专注做好每一片面膜，呵护肌肤天然之美。我们研发了黑色植物面膜，采用如黑莓、双肾、黑枸杞等作为新一代功效性材料，它们含有糖苷类、多酚类、黄酮类等，能温和美白肌肤。对于发酵型产品的研发，我们也有较好的研究基础。通过发酵技术，添加益生菌对植物进行发酵，将酵素加入面膜中，将肌肤不易吸收的大分子物质分解为易吸收的小分子物质，能够更好地发挥面膜的功效。将所谓的有效的成分，并不是说我们涂到我们皮肤表面上，它就会自然地进入我们所应该到的地方。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配方的一个设计的问题。面膜的核心在于膜布的开发，我们正在开发最先进的定法式技术，直接将活性物有效附杂在纳米纤维膜上，活性物可以真正进入皮肤，达到低用量、高功能的优点。有机金属框架结构 MOFS 控油技术，这个核心技术我们在权威的国际科研核心期刊 Science 发表了论文，具有活性物均整缓释的优点，可以帮助肌肤实现长效控油。魔法世家严格遵守行业标准，争取品质高于法规要求，一方面杜绝刻意添加违规成分，另一方面我们专门成立了原料分析部门，排查进贡的原料是否携带违规成分。我们萃取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的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技术。这个技术好在哪里呢？主要是它没有任何化学污染。我们坚持每一批产品都必须要通过测试，其中微生物检测是判断微生物污染情况的重要手段。我们对产品进行霉菌等检测，部分产品还会通过低胚尿囊膜实验检测对脸部是否造成刺激。每一款面膜都必须经过稳定性测试，在温度湿度的变化挑战中保持质地与效能始终如一，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正式出厂。我们配备了先进的皮肤测试仪系统，对志愿者的皮肤含水量、油脂分泌、弹性、黑色素、酸碱度等各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，对产品效果进行多维度的测评。魔法世家有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，其中包含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专利，这些自主知识产权都应用在我们魔法世家的产品当中。在化妆品很多核心技术领域，我们已经与国外跨国公司处在同步的水平，这点我们应该有科技自信，品牌参与全球范围的竞争，不是靠谁点的外卖多，终究还是靠核心技术、核心科技硬实力。科技赋能未来，焕新天然之美，引领国货新方向。